我是不是等要开台了？我最近啊，我最近有养一个很小的鱼缸，然后里面之前养了一只鳌虾，然后被吃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我后来喂它一只鱼，就是小鱼这样，然后后来两个礼拜后，那只鳌虾死掉，鱼还活着，然后我就很纳闷，就是那只鱼到底对那只鳌虾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是吃掉然后活着，小虾米吃大金鱼、啊，没有吗？鳌虾还活，鳌虾死了，然后没有伤口，然后那只鱼还活着这样，然后我就有点纳闷，好神秘哦，那超神秘。然后现在那只鱼还活着，超屌了，神秘的鱼，超神秘的，以冒险模式下猜题耶，哇哦，建筑冒险模式下猜题也太难了吧，开台喽，开台喽，开台喽。八点啦！八点啦！1.14建筑大赛、嗯，哎呦，1.14版本，看一下游戏截取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多国语言版本，哎、欸，只有三国，超优，多国语言，它只有三国语言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很强、欸，哎，这很猛、欸，哎，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有英文，我就想说。换地图算了，直接嘴爆他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多国语言，想不到他有多国语言哦，英文、日文、中文，嗯，多国语言真的蛮猛的。可他开始会饿哎、欸，哦，会饿，哎、欸，那个伺服器的那个在位置，在 DC 有啊 ，DC 有写啊，哦，你要记得挡画面。有，我给所有人牛排哦。我刚走，他说给牛排。突然间加速，这边你踩到这个了吧？你踩到这个箭头了。是什么？强制传送？哎，为什么没有了？哦，有了。牛排是干嘛用的 ？Hello。可是我刚刚在外面，我也有加速哎。是踩到这个箭头才有、啊。而且你要方向对哦，你要方向对。你方向错他不给。哦，酷啊！那个前后走了、啊。你可以删，因为Bobby不在。哎、欸，牛排是干嘛的、啊？给你吃的，哇，给你吃的，它是一种食物。啊，给你吃的，你可以按右键。我以为它有什么功用。你等一下就会饿了啊！我先打完了，好难操作。所以我们要什么题目？要什么？还有这个、欸，随机题目，还有随机。你要来抽抽啊，小波！随机轮盘哦，你在上面抽他，让他饿，输掉的感觉哦，好，让黑鱼饿，真的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住了，随机轮盘哦，嗯，你怎么打掉了？哦，好屌，哇，哇，怎么越来越多字了啊？之类的，先作为参考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参考，参考。先看一下好了，还可以换中国语言哦。日本语哦，日本语 ，English， 好意思，中文。哇，游戏解说哎、欸，很萌很萌。对，他这边有那个讲桌，讲桌这里可以看。他只是看看，嗯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叫布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大家都在翻页是？哦，这翻页会带我猜布丁，大家一起看的，大家一起看的。所以大家说是布丁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布丁啊对啊，布丁，布丁，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我不能独享，讲台没办法完整复制哦。你可以取下书本，可以取下书本。怎么取、啊？重力可让道具在空中漂浮，有需要吗？它还有书是不是？嗯，可以取下书本。我们应该是不会做那么多。书、哎，要重看了。哎，它自动回来啦，是不是？哎呀！哎呀，第二边可以看哦！哎呀，链接防爆，好屌、哦！还有双人模式哎！哇，这是两双倍人力需求，造出双倍快感。这吵架吧？各种模式，他在工商对不对？让你有双倍快感。嗯，双倍加长，双倍快感啊！双人模式是那个、啊，就两个人一起盖一个建筑、然后就那个一个土地，然后被分成两派嘛，画一条线，这样很难盖，好不好？沟通就有困难了，真的，一个人盖都盖不好了。
嗯，哇，我们要酷哦！对啊，题目来啦，题目这么久没来参加，哦，我吗？我吗？我选是不是？我想是不是提供，你想，哎，我想一下哦，你们前几届有玩什么题目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们你先随便讲一讲，对啊，太有宠物也知道了。一下，你们有想过 YouTube 这个题目吗？好像很早以前就有，很早以前就有了，是不是？是是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他想就会很雷啊，我们还是自己想啊，我们还是自己想、啊。我想到了，这个我觉得蛮抽象的，我觉得可以想正面能量的东西，真的是蛮抽象的。对，你说抽象哦，电池的正极吗？我觉得不错，好正向，很正向，这么正面。不然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想类似像这种比较抽象的东西去玩，好像还不错。你们觉得呢？正面能量、还是会痛的东西？会痛失恋，对，就是使用上会痛的东西。使用上会痛的东西，我觉得不错啊。我怎么想到怪怪的东西啊？我想到那个晚成绩。晚成绩真的会痛啊！安安好，安安。使用上会痛，对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，使用上会痛的东西还蛮不错的，说不定可以很异想天开之类的，像是牙尖刷啊，是是牙尖刷，对啊，牙尖刷，哎呦，演员有什么 idea？ 哎呦，这个备案好不好？备案，好，备案，好像感觉可以，可以啊，有没有更好的？叫线上所有玩家过来！哇，嚣张哎哦！哇，给我过来！过来，给我过来！我过来！好嚣张啊！是的，大人，是的，站长，太好笑了。然后有人退出了，而且用梳子会痛，好像有道理。哥，你刚没领到牛排啊？没有。那演员要那个吗？要抢牛排？要起来拿！我超久，八百年没玩过。哎、欸，他飘卡在空中，卡在空中哎、欸，他没有飘很远的那种。日本那个吗？钉子使用上不会痛，那不算会痛。吃哦吃，直接暂停。哎哎呀，破牛排。哦，不然也可以那个、啊，你拿捡不回来的牛排，你拿到会很爽的东西。你拿到会很爽的东西，拿到会很爽。对，拿到会很爽的东西。百万奖牌啊。钱啊，对，是啊，可以啊，大家都是钱啊，而且大家会不一样，然后大家就会质疑对方说，你拿到这个东西会很爽，哦，还是会痛，哎、还是会痛，好的吗？会痛那个是不是还不错？还是会痛好了，拿会痛的什么什么使用上会痛的东西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会让你痛苦的东西也可以。香菜。曾经参加过什么比赛？教主早安，比赛哦。我小国风也会有啊，或是你有什么自己特别的啊？啊，我有一个超特别的，超强。哎呦，你说比赛吗？还是专场？哦，没有比赛、啊，比赛是什么鼻屎吗？不是，那是比赛，比赛挖鼻孔大赛啊！比赛，看谁挖出最大颗是？原来是比赛的部分、啊，你要跳过去试试，看谁鼻屎弹最远。好恶哦、喔，好恶哦、喔，好恐怖！哦，看谁鼻屎弹最远，还要想那个鼻屎要怎么去算什么角度啊？你们对什么角度之类的？你的鼻屎要还要那个什么年度适中有吗？年度适中也太恶了吧！超恐怖！这不是什么射纸飞机比赛？我这边有观众说如何交到未成年女友？太远的啦！不行啊，这个只有我做得到。你现在还未成年女友？没有，已经成年了啦。我想说过这么多年还是未成年女友，所以换了。哇，是不是？成年就下一位是不是？哎、欸欸，有人说第一次流泪的时候，因为什么事情流泪？小孩被生第一次生出来的时候啊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想到，对不起。那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第二次肚子饿的时候，
肚子饿的时候啊，那不然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母奶吗？对不起，妈妈奶没有，情绪下来啊，生出来然后肚子饿啊，会有重人上，第一次觉得好吃的，会啊，他那个好重啊，然后直接撞一格，对啊，撞那个小李总都胖，你才胖，如何发大财？就发大财、啊，资源出得去，就发大财啊！有什么难的？要自爆区啊，发大财 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把自爆区用好了，发大财 OK 啊！发大财啊！这是可以的嘛？会不会不是？可以、啊。要怎么发大财？第一次流泪的时候就，有说最喜欢的电影，电影好像有盖过了，有盖过了。哇，后面挤超远。最喜欢的动漫有挤吗？动漫盖过，为什么没事啊？好像也盖过。你肚子为什么？万一的肚子，你好弹哦！印象最深刻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巧克力撞你会撞走？我太轻了，创造吧你！没有创造撞人，我弹走，超好笑，弹好远哦！你们是群胖子。好，不是人好不好？可以把巧克力撞开，会飞了不起啊！你们也都撞到是吧？跳起来！好啦好啦，会痛了哈，会痛了好不好？会痛了，会痛，要会痛了，只要在这里才会觉得会痛的东西，或者是会痛的事物，用使用过后会痛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都是我会痛？让你痛，真的痛还是痛苦的东西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让你痛苦的东西，有痛苦的，真的人会痛，然后或是心里痛苦的也可以，好不好？玻璃心就对了，会痛的东西，刺到心的物品吗？对对对，物品都可以吧？物品哦，要多一种感觉。对，一种感觉也可以，不好啊，就是东西好不好？使用过的东西啊，使用的，好好使用的，会痛。譬如说卫生纸擦到破皮就会痛，这样。哇塞，这个也很痛啊，好痛，这好痛，这个也很痛。啊，所以可以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好痛，卫生纸擦到破皮。卫生纸擦到破皮也太痛了吧，很痛。卫生纸擦到破皮真的蛮痛的、欸。好了，要去进去了，进去了，从哪边开始？没强制传送、欸、先号召一下，先号召所有线上玩家过来，有没有？先号召我所有线上玩家。开始，晶晶的、啊、这个。好了，晶晶的，晶晶的。哦呦，哎呦哎呦，用命令牌对眼前的戒服棒献上你的题目。线上题目，线上题目，痛，线上玩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痛，妙物之莲是什么东西？对眼前的错误攻击可以消除曾经的准备记录。会痛的东西，就是会让你感觉到痛的东西。使用后会感觉到痛的东西。谢谢抖内20块港币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会痛会痛。刚刷当沐浴棉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，使用上会这个超痛的，会痛的东西，这痛爆了，这超痛。我想一下，使用上会痛的人间兵器东西就好吗？还是要形容就是为什么会痛？形容好，哎，应该东西可能可以一句话形容为什么会痛，之后再形容好不好？它是存在的本身就会让你痛。哦，这个不错。我怕你要被烂题目，你要被嘴。但是假如我真的有被弄过，假如说题目重复，是不是会被干啊？那个红色斧头就不要出了，不要再那个。我帮你说了好不好？巧克力对你，妙屋之哎，妙屋之脸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可对哦，这个不错，把你这辈子的错给抹灭掉。哇塞，好屌！跟萨诺斯的手套有的比，然后你就会消失了。啊，我就啪就直接消，因为我很怕撞体。我也好怕撞体哦。撞哎、欸，有吗？
我要出冷门一点。你如果撞胶这样的东西，没线，痛痛到那个东西的痛哦。你们就要拍影片，然后痛一次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如果不合理的话，就要拍影片，然后痛一次，这样好像不错。应该没限字数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也可以形容你做那个用那个东西做了什么？哇！用那个东西做了什么，然后很痛。这让我想到以前有个新闻，痛跟擀面固有。用那东西如果会痛，但是也会舒服呢，也可以。那我们可以对你用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出蜡烛吗？你只要有个合理讲说怎么样会痛就可以了。哎。哦，我也可以。那个还没好的都不会打勾，要果然就是那个，对啊，不是我刚刚切输入法动不了，没有，反正我们没有怪，我们怪的是最后那个杰克啊。哇，你们有起来看过吗？这小。